还没有声音，我有人开门了。谁按铃的？哎，爸。天哪，不是，为什么爸爸怎么会知道这边？没有没有，我就现在新工作室在这边。对。哇，跟原来旧的是很大的不一样啊！为什么人家都不告诉我？好不容易来，能不能带我去看看房间啊？其实我们这边只有客厅啊。哦，真的，没什么房间。那我能不能到处走走？好啊，没什么好走的，有啊，厕所带我去看一下啊，厕所好。你还知道我呢？压力很大。会吗？厕所。是，厕所，我可以下。爸爸没事啦。啊，我是看起来有没有？没什么吗？哎呦，没啊，怎么有这个东西啊？没事啦，他没有看到女生有女生的内裤。这边很多人出入。这什么？我们拍片有时候要拍一些男扮女装，所以我们会把它穿在身上，或者是套在头上。打麻将的时候这样一直转，开运，真的可以改运，爸爸你。你不要开玩笑，你怎么改运？改运，开有味道，你不要整我好不好？拜托，开运了。宝宝，真的时候没什么好看的。我就看一下有什么关系的。里面没有任何人，不要担心。我怎么这样闻到一股女人香？那我可以其他地方再看一下。没什么事。等一下这杂志节呢，我没什么事。我你们这样我会被误会，这个太奇怪了啦。我这个书，我是喜欢女生，但是因为这是我们拍片的时候要去揣摩同性恋的情境。等一下，你这页折起来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。你这页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页怎么是这样？这个就是说啊，重点。重点在哪？它的重点就在重点部位这里，所以我必须认真的去揣摩，如果当个演员，所以我必须这么认真。爸爸，你这样会被误会。你应该是讲的爱异性吧？我喜欢女生。爸爸，这真的是拍片道具，你这样来会压力很大。为什么同款式的？没有没有，不同款式，刚刚那个是蕾丝花边。但是我发觉讲你好像这个女孩子好像很喜欢穿黑色的，是不是？这真的是我们之前圣诞节拍交换礼物的时候啊，真的。爸爸，内裤只是因为我家裤线放的好，内裤很酷，呼应而已。女生进来了，我看一下，谁呀？同学，hello。你好，工作爸爸，你是酷炫的女朋友吗？没有，她是那个演出的对象。演员常常进出很正常。哇，她是怎样？我看她蕾丝内裤跟她尺寸差不多。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不是啦，那你试穿看看。你这样太奇怪了啦。没有，就试一下尺寸。我找她来房间，还可以目测尺寸。开会而已，就这样。我有啊，我说你们为什么开会才会到房间来开？我要跟他聊一些剧本的作业。是这样哦。对，我要跟他聊一些那个，我们要拍一个那个指尖陀螺啊，那个羞羞脸的剧本，就是要来床上演戏啦。这边还有一套，等一下这衣服，然后尺寸也一样，我看一下。爸爸，你每次乱拿奶罩干嘛啦？我真的没有乱搞。好了，她是我们公司的新的女演员，好了，伟哥。你好。对。我相信你的。你这样不行哦，下次要先跟我说。好啦，可以吗？我不然这样我怎么干大事？好，爸爸就没事了。那天色也不早了，就先回去。好了，那我相信你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送客，找妈妈哈。好，爸爸拜拜。好，那再见了啊，妹妹。礼物收着，对，好，玩具跟妈妈记得一起用哦。好，我相信妈妈会很高兴。对，妈妈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好孝顺。我长大了。我改变你，看见了，谢谢啊！妹妹要懂得保护自己哦，有事打电话给我。好，拜拜。该办正事了。这个因为酷炫是网红出来的啦，所以他们这个连影片也处理的比较网红 feel， 对，速度也比较快一点。爸爸，但是桌上这个这杂志是这款的呢，都很辣，对啊，帅，吓一跳，真的是拍片的时候用的，男生的辣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拍摄啊，要揣摩那个丹麦女孩嘛，我那时候想说拍一个天母男孩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在揣摩那个姿势要怎么样。等一下，问过天母了？等一下，这一本。难体写真里面，你都没发觉有粘在一起的部分。不是啊，那是吸收乳翻倒了，不小心。你为什么？那吸收乳刚好剧本需要，是真的。那页刚好就这样。两条的啦。爸爸会担心吗？
我会担心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最害怕他是个 gay， 因为他的长相，他万物皆是爱，孩子有他自己的发展，爱就是爱，他喜欢什么，因为他是天性长出来。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，你没有办法接受。如果他是很，你等一下跟我到小房间来一下，然后我来开发你爸爸。